手夹埋途人闹事求婚，余美喊爆应承。以为是拍戏，是真的。是咁的，余美前日落咗旺角，佢以为帮呢套微电影拍铺模，点知去到咧，就所有演员都有份唱过，但我就唔知喺度做乜嘢啦。唱到即系差唔多临尾嘅时候，咁突然间有个人拱咗出，佢话即系佢话你男朋友嘅微嘢有嘢送俾你咁。咁跟住咧就慢慢开始人一支一支玫瑰咁样递俾我，佢就现身啦。喺度求婚咁样咯，咁我已经喊到晒红咁样。嫁俾我。好感動啦！佢本身又唔係做呢行，就係你佢街頭唱歌，其實佢又係第一次拍拖，幾大嘅 surprise 咯。係啊，佢未婚夫係做生意噶，拍拖一年，其實已經 plan 咗月尾去馬爾代夫影結婚相，下個月11日就拉埋天窗噶啦。男友咁驚喜，又難怪你喊到豬頭咁嘅。